嚇，聽講華爾街搬出嚟馬來西亞。係啊，馬來西亞以後咧會有一個 Durazza Exchange Finance Hub 啊。咁咧，我哋嘅 target 咧係東南亞國家。咁馬來西亞咧，除咗旅遊之外咧，最想做嘅咧就係美國嘅 Wall Street 咧喺馬來西亞 copy 有一個。咁樣咧就希望咧成個貿易金融啊。中心啊，會喺馬來西亞。哇！咁即係話啲人以後唔想去華爾街做嘢，個個咪去曬馬來西亞咯。係啊，馬來西亞希望啊喺成個東南亞入邊咧，成個金融嘅區域咧係喺呢度噶，咁啊會帶動咗成個金融啊、貿易啊。所以咧呢個潛能好大㗎，70畝嘅有呢塊地，咁政府咧好有魄力㗎，之前咧係賠咗好多錢俾好多嘅百姓㗎，咁未來咧馬來西亞喺2023年咧再會成為全個東南亞嘅hub 嚟嘅 finance hub。哇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啦！睇嚟咧我要快啲準備份 resume， 準備去見工先。大家聽著咁耐，如果好似我咁流曬口水咧，咁就記得嚟8月8號、8月9號嘅馬來西亞物業展銷會啦。地點咧就將會喺香港銅鑼灣 Excelsior， 時間咧就係上午嘅11點至下午嘅7點。400萬就可以喺西九龍買層樓，你又點可以唔嚟呢？約定你啦！